24日，鞍山青山银行湖一只黑天鹅被冻住冰面，现场引来数百市民围观。黑天鹅睡一觉醒来被冻住，十多分钟后挣脱冰面。看这大雪美如画，本想吟诗赋天下，奈何自己没文化，只能卧槽雪好大。下大雪，海洋馆的工作人员就把企鹅放到了雪地里面玩了一上午，然后小企鹅玩得挺开心，就不愿意回去。我是一个滑雪的狂热爱好者，我开车从
拉萨开到阿勒泰，一共行驶了大概有4000多的公里。一到新疆阿勒泰，哇，太美了，真的太美了。我来这里也租了个房子，第二天我早上本来是要来滑雪的，但是我看到路上那个雪呢特别厚，经过汽车积压，那个雪面呢特别的流畅，然后我觉得这个上面可以去滑雪一下，试一下。然后下面也有便利店啊，刚好可以从家里滑到便利店去买吃的，从未体验过这样的一个经历，哇，这个让我体验非常棒。所以我觉得这真的不愧是雪都。本来我是来新疆只是滑2-3天，但是我一来，哇，我看到的雪场真的是太美了，那粉雪啊，道又多又宽，我完全被吸引住了，我就决定要在这里留下来，准备要滑到2月中旬。黑白分明的多明显呢。
太好了，真是高科技呀、啊！他那也不打滑，也不积雪，太好，一点不滑。他不结冰，我们雪滚子一带就干净了。风雪中，双向道路两侧试验段的自融雪沥青路面依旧为道路本色，普通路面则是有一层积雪，黑白分明。同样是沥青路面，大雪中为啥差距这么大呢？这又是什么黑科技呢？这个综合路面是用一种低冰点材料来代替常规沥青路面里边的矿粉，还有一种缓凝作用来降低道路的冰点，提高它的抗摩擦系数，这样的话达到什么是小雪不动大雪一清扫的效果。简单说，这添加材料的作用就是给路面穿上暖宝宝。与通常采用的撒融雪剂人工加机械清扫的除雪方式相比，这自融雪沥青路面可谓是优点多多，不仅节省人力物力，对道路桥梁的腐蚀性也非常低。优点很多，缺点也很明显，就是一个字，贵。我们经过测算大约是五倍左右吧，五倍左右，所以说我们经济承受能力有限，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，所以说在特殊路面用了一下。据了解，目前长春市共有南四环下川临河街、惠公路机场大道下川杨浦大街、吉林大路下川东方广场三个路段铺设了自融雪沥青路面。虽然这硬核科技伴着今年的大雪火了，但并非是它在长春的首秀。早在2017年，城建部门就在南四环下川临河街单侧路面做了试验段。从实验四年多的数据来看，路面融雪的效果暂时没有减弱的迹象。同时，随着该项科技的推广普及，这种路面用量的增加，费用也会有所降低，自融雪沥青路面也将更多的出现在城市当中。